哎，那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在筹备我的就是专辑的事情。嗯，然后这次特别回来，就是想要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曝曝光，免得大家会忘记我。那韩国受训会不会很辛苦？其实也还好啦，还好。对，公司没有把我操得非常的累，觉得比较。但是我觉得心理上的压力比较大。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唱歌吧？唱歌，不是讲韩文吗？现在也有在上韩文课，但是我觉得唱歌是目前我最紧张的事情，而且每次就是紧张到会心情不好的那种。那你可以用韩文自我介绍一下。可以，我现在可以。안녕하세요저는오용교입니다만나서반가워요저는효래형 B 형입니다저는사자자리입니다然后我在讲说我的血型是 B 型 ，OK， 然后我是狮子座，然后我是鬼鬼吴英杰，然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应该比刘以豪会的比较多句吧？感觉很流畅，很流畅。好，咪哒。OK， 我袂晓。好，那请你出卡咪哒。哎，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自己讲？然后粉丝晚上会跟你讲生日快乐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可以跟大家分享？我第一个生日愿望是再买五个房子，然后结婚生小孩。结婚生小孩？对。有没有几岁之前想要结婚？30吧左右。30？嗯。剩3年。不要讲出来。那个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今天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准备蛋糕跟礼物，但是有两个好朋友要来说。哎，不是没有嘉宾吗？你怎么可以信？我不相信有嘉宾，因为可能资金不太够。有嘉宾，资金不够。因为其实回来一趟已经耗费了太多人力资源，所以要请两个人还要多花钱。公司说要做好做满。真的假的啦？我不相信。对，好好，我们现在欢迎你的好朋友出来。你多么想要男孩子控制我？很渴望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公司跟我讲说有嘉宾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应该是刘以豪吧，就所以你没有。我们三个算是平常还会联络的妹妹们。对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会来。他们都放下。你们刚躲在哪里？我在一个。我刚刚有看到你们吗？没有，空旷地方。好啦，那这蛋糕什么意思？就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高，你想的事业越来越高。还要融头哎。然后我原本想要办格格趴的，但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你要穿起来。对，要穿起来。啊，这么突然。对啊。我今天穿这么漂亮的，哎。